对啊，就是看了16集，就是每一集看到所有的人，我就非常开心，因为大家看到在戏里面是很用力去拍，因为我真的想说一句话，喜剧是很难拍的，而且现在的是你 carry 的好啊，我只是我可以更好，还好有你，他的笑点低，所以我觉得有自信。要拍一个好好的喜剧是要所有很多的配合，但我觉得这个戏当中所有的演员已经配得非常好，而他们的努力在戏当中应该都会看到。而且在这个戏里面，大家都知道大家的角色的功能是什么，所以就不会说要抢戏啊什么的，是因为那个一场戏好而去演，所以就搞笑的搞笑，认真的认真，所以就觉得碰起来的那个 chemistry 很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。而且在所有的单元的里面的演员也非常做得非常好，因为他们每一个小故事都把观众吸引到整个一上杜凡间的戏当中，所以我要感谢他们。当然了，当然了，不要怎么写，不要难写，因为他现在已经呈现了，呈现以后会怎么样呢？会可以拍另外一种。对对对，可以在同一班的时候演员拍另外一种神仙剧，对对对对对，可以这样想。因为我很喜欢白，他是想拍，因为我很喜欢白蛇传。其实我跟感情很深，对啊，一条白一条青的，对对对，我是你里面的书生许仙，搞笑版的白蛇传。仙女要剃光头做那个抓蛇药的，对对，但是那个。什么法师、那个、法师，对对对对，法海啊，法海，法凯。